许孝顺的脸会变国字脸，就是被于大哥扒的。哎呦，我本来他本来是瓜子脸，竟然一米八把他扁平了，让他给我挖路机砍掉。因为为什么我真的是很疼碰恰恰？是，因为为什么所有歌坛跟我借钱的人哈，大概。 百位以上了哈，是，没有一个还过我钱，只有彭恰恰，他跟我借钱，然后他还钱，还钱来，你知道吗？还过年跟他太太带了一盒水果上来我家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而且说，我当场接到那个钱，我眼泪都掉下来，我说怎么这么有这么好的艺人，真的有人要还钱的，不是，而且这么有信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 所以咱电视机头前真侪头家吼，阿免惊吼，碰过个性是安尼，伊若有法度，绝对呢，还较高啦。对，他一定会到的，而且还有一点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他做这个节目做十几年，对啊，哎，做十几年应该赚很多吧？无啦，这个做企业我太贪了。 啊，你做节目做做十几年，你再拍台也可以存到一点呐、啊。你花到哪里去了？我是帮侬做赌的。你用这赌？钱用成了了。你成了了，了了都去，你也不赌博，对不对？他拍电影呐、啊。他拍电影。对了。电影很烧钱呐、啊。哎呀。他拍什么电影？你看完了。多少？几年前有一部28分钟那一部啊。对。别光碟的。别光碟。 你没有看哦，没看，我跟你送。于大哥说不能看。喂，拜托那件事情还是我帮你解决的，你忘记了。那时候那都大家去厝的吼，啊，都安尼处理处理，不，人生是安尼啦，灾难难免啦吼。但是咱讲到这个亚萍姐因阿公，因公是咱歌坛经典的那个标准的母银色夫妻。 哦，真的，人家大哥做人安尼水意啊，吼，人家大家要求不应啊，啊阿叔啊，这算了，不要美梦咩，但是伊人安尼一身功的心肝足冷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今天去亚萍姐来，于大哥若无来就无你啊，来于大哥，来来来来，路边一棵个路落去，个路，你这安怎啦？阿叔，我这吹手唔对哦。 那拢歪一边。你看看伊这款的哦。喂，卢，你是不是要叫我再踹你一脚？不，要踹的是那一边的。亚平啊，你还来也不搞笑的啊？他真个跳嘞。喂，这。 于大哥，你大哥很帅好不好？你两个，你把于大哥丑化，你真的很糟糕。你一定要帮于大哥讲话，你看看这两个人是怎么这样子。真的，怎么行啊？对啊，太可恶了，实在是。他今天有没有来了？说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等一下会来了。你脾气我不挂断，我巴掉别人了。真的。 我刚去，刚才去，大家那边话给吹气的，我哪里会吹气？是安尼穿的啊？我今天弄了了了。没有，许孝顺的脸会变国字脸，就是被于大哥扒的。哎呦，我本来他本来是瓜子脸，今天一米八把他扁平了，让他给我挖路机砍掉。